我先讲明了啊，你们这次要用很多钱的，我可一毛钱也没有啊。你大概要用多少钱呢？嗯，我最近做过资料调查，在美国买房子运骨灰，还得要铺草地，大概要55000块左右吧。哇，那四个人不是20多万了吗？哎呀，完了，我们早就把钱运到美国去买房子了，手上现在哪有这么多现金啊？那可糟了。那就好了，我可以再见到小赵了。嗯，罩得住，我们找赵德禄想办法。盯着，哎，叶小姐，前面有事件，小心点。啊，当心啊！哎，不用怕。何探长，何探长。哎，叶小姐，你记清楚了，是赵德禄吗？是，他们一共有6个人轮奸我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有人说，赵德禄，轮到你了。所以我知道我身边的人，他叫赵德禄。我看不见他的样子，但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身上的味道。有味道？是。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他下船呢，我就把他拉过来，让你闻一闻。不要，不要，他会杀我的。他说过，如果我报警的话，他就会杀了我。杀你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有我何探长在，你不用担心他。来来，到那边坐一下啊。哎，等一等，别开船呐。他在这里。他在附近呢。谁呀？不要让他看到我。你看到了？是。阿强，把那小子抓来。是。赵先生，何探长找你聊聊啊。走吧。哎，什么事啊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他何探长这么好啊，接我。何探长找我有什么事？找的时候啊，哎，我害怕听到他的声音啊。你们别动啊，再动我就打死你。叶小姐，你可以慢慢闻，闻出来就告诉我啊。哦，别动。是不是他啊？下来。那就不能像啊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那不然就麻烦了。不要动。对了，我最难忘他的口气，让我闻一闻。口气啊，那简单。闻。我说过要吃了你。赵德柱，我咪咪做人很自量，从来不强求，吃完你就抛弃你，怎么样？谢谢两位帮忙，拜拜。何探长，你抓着我让他非礼，你这算什么？喂，站住，给我站住。我现在要告你3条罪，报假案，阻差办公，戏弄皇家警察。哼，告我？你以为我只有胸前两块肉啊？如果我是卖菜的老太婆，你会带我到码头来认人吗？你根本是想泡我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两个用眼睛非礼了我1个多钟头。哼，你以为我真是瞎子啊，笨蛋？我在耍你？我最喜欢戏弄你们这些臭男人了，怎么样？哼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咪咪的女人啊？我是蜘蛛精转世。铁砂掌啊，铁砂掌，我苦练了你30年，今天总算有用武之地了。这全是你自找的。真活该。去你走。哎，真是天有眼呐。来，这全是你带来的麻烦。去，关我屁事啊。不是吧，自己自不迷人，人自迷。那好了，别臭我了。